哇，一样演奏的是不是非常的好，对不对？继续呢，再带来再演奏一首比较也是轻快的，最好是国台语老歌。哇，这首歌大家也一定很喜欢，怀念的什么园啊？播音员。哎，怀念的播音员哈。那现在看一下时间，也9:15了。我们从7:30演奏到现在啊，那我们请这个 Tony 到台下演奏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我们要募一点款，用在8月2号的这个音乐会上面。大家呢也不造成大家压力，能力之余给我们鼓励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请 Tony 呢，因为他也很少到台下去走台步的，我们让他训练一下走台步，看看好不好？看他走的好不好看？如果好看的时候要给他鼓励一下哦，哈。那我们这个莹莹可以帮忙拿爱心箱一下，好不好？然后呢，让大家方便哦，有已经有一位美女了，已经有一位美女了，来，掌声鼓励，带来这个怀念的播音员，好不好？怀念的播音员，我带他下来好了，因为呢，他还没有走过台步哈。前面的朋友鼓励一下，鼓励，尖叫，尖叫一下，啊，这样就有信心，代表他跟大家握个手，问候，问候。稍微会紧张，我们一起跟他打个节拍好不好？好吧，谢谢这个大哥，好，谢谢，感谢你，感谢你，谢谢你。哇，感谢大家的鼓励啊，好，感谢你。哇，你看这个是妈妈吗？救婆哈，救婆就是那个舅舅的妈妈，好，舅舅妈妈。桥墩的朋友，大家一起打打节拍哈，打打节拍。赶快，你要到前面吹哈。大家一起呢，为他打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这边也为他们吹奏一下，好不好？跟大家挥个手，挥个手哈，好，慢慢我们到后面演奏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让这个小老师实习一下，哈，实习一下。好，也为这个勤快的朋友耐力演奏一下来。